昨天呢，说了段武松打虎。今天咱说一个后汉三国的几位讲究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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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横扫落叶，嗨呀呀，呀，快，呀，呀，这，这。后汉三国出了几位讲究人，大哥，姓刘名备，字玄德，家住大树楼桑。二弟，姓关名羽，字云长，家住山西蒲州县梁县。三弟，姓张名飞，字翼德，家住涿州范阳郡。后续四弟，姓赵名云，字子龙，家住正定常山县。干啥你？不干啥。哎，妈，你来了。哪儿呢？我帮你挑。我帮你挑。不用。哎，哎，听说你不念女中了，不回奉天了？是。我还想回北平念书，但是你妈不让。你妈说了，女子念书那是赔钱的货。你说谁呢你？你妈说的又不是我说的。哎，你就没啥话要问我？你就没啥话要问我吗？我不是问了吗？告诉你我的事儿呗。我也不念书了。我改练大刀了。我听说了，你这叫没正事儿。这他妈是哪个犊子说的？你说谁呢你？我妈说的，怎么了？你妈懂个屁！你懂个屁！我就懂。盛世学文，乱世学武，这是规矩。我们私塾先生说的。进，进。我帮你挑，帮你挑个水咋了？要啥？怕人说笑话？刚才呀，这是一个撒果，有没有文化？有文化，有文化，有文化吧？那还等啥呀？拍巴掌啊！呀，叔，哎呀，哎呀，这不是夏娃子的毕老六吗？哎呀，你咋回来了的？这不回来看看爹娘？快快快，上桌上桌上桌！来来来来来！哎呀，这从上到下这都是泥子，这是还有个毛领呢，今天没带。哎呀，别的也别上了。哎呀，这说明这是混出来了。哎呀，就混个小小的军需官。那我们家乔丽呢？啊，那个叔来，你先抽根烟来。讨厌啊啊啊！毕哥，哎，别动！这玩意儿可不能瞎碰。谁瞎碰我？不是，这走火可了不得。你走不了火，你拿着我看看。你哥就是因为枪走火出大事儿了。啥玩意儿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你家乔丽，平时打枪老跑偏，这回我们在山西，没事在那擦枪，就擦，呱呱在这擦，就擦擦擦，就 PQ 一下，走火了。直接把一个骑马巡城的城防司令一枪就给撂那，完了呢，给那司令的脑袋一枪打掉半拉去，那当时我们那就炸营了，最后就是传到少帅耳朵里去了，说传你们家乔丽，你们家乔丽当时都吓得嘚瑟了，说啥都不敢去啊。这少帅一听当时就火了，就直接给我们旅长打电话，说把姓乔那小子给我押过来，就这么的，那家五花大绑的就给整去了。哎哎，别走，叔叔。
哎呀，叔叔，哪儿不舒服？不是这个，我没说啥。哪儿不舒服？哎呀，哪儿不舒服？这我哪儿不舒服？叔，别哪儿不舒服。叔，你怎么了？叔，我没说完呢，叔。没事，爹。你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你说个头我就知道尾了。不是，叔，那个我后面还有没说呢，你看你急啥？叔，你听我说完，我这没说完呢，你看。你家乔丽打死那个司令，那是阎锡山那边人。啊？不是我们的司令啊！你看，不是我这没说完呢吗？别说话说半截唠了，这是，就因为这事儿，你家乔丽立大功了，少帅当时就封他个连副。完了，你看这又咋的了，乔叔？那不更完了吗？他当了官，他回不来了，这样。你看这叔咋又回不来了？拉倒吧，你这是赚了便宜卖了乖，好事儿。连副一翘脚就是连长，连长连长半个皇上，啊。哎，叔，这枪走火都能当官，以后不定啥好事呢。哎呀，不是咋的，叔，我跟你说，这官啊是越大越能保命啊，叔，好事儿啊。可也是哈。那个前天我上那个别的铺子，溜达那半仙跟我说了呢，说我小满姐呗，纯如玫瑰，肌如白雪，勤劳善良啊，天生的旺夫相啊。他要是靠上谁，那绝对是紫气东来。哎呀，我说啊，今天早上我一推门，有喜鹊跟我叫，我还寻思呢，现在明白了，儿子当连副了，可不，这正是风水轮流转，今年到我家乡。只接因长坂坡前一场鏖战，赵云单人独马闯进曹营，赶倒大都齐梁，夺槊三条，赵云马落陷坑，看看毙命。哎，我说您这大清早的屋里哇啦漏鸡呢，我高兴睡不着，谁叫你啊没心没肺的。年头包妈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在锅台上呢，给你乔叔家送去啊！我不去，不就一破连副吗？我不稀罕。我知道你心上有人，谁让他不着调没正事儿了？他也不是什么都不会做呀。哎，别告诉我他会耍大刀，那是庄稼人干的事儿啊！我看他就是个不着调。我告诉你，只要妈不死，他别想进这个家门。好孩子，你听妈的没错啊，妈是过来的人。我跟你说呀，你瞧见的那个老二就是比老三强。好孩子，快去给老乔送去啊，听妈的话，好好舔吧舔吧人家，听话，快去啊。曹孟德在山头之上见一船舶小子，薄盔薄甲薄旗号，坐骑薄龙马，手使亮银枪，实乃一员勇将。我若收服此将，何愁大事不成？叔，哎，小满过来了啊！进屋吧。说什么呢？这是三国。别说。说的还挺好听。哎呀，这么乔丽这当上连副了，心里一高兴，嗓子眼就刺到了。这就是没闲钱啊，这要有闲钱的话，咱雇个戏班子，在这当院啊搭个台子，唱个成文大套的三国，唱个七七四十九天。进屋吧啊，进吧，快起来吧啊，乔军，小满来了，别怕我了啊。什么呢？这我妈特地起个大早啊，蒸了一锅粘豆包。你妈也是的，不粘不解的，这是干啥呀？我妈说了，这不是乔丽当连副了吗？说她这下可抖起来了。这算什么呢？多大点事儿啊？不就是个小连副吗？我妈说了，咱这趟沟出去混事儿的就属她了。哎，你妈是不是有点没底了？这么的啊，回去告诉你妈，有他爹在这儿，
别说他当连副了，就是当司令也不会变卦啊。我倒是不怕，我妈不放心。我妈说，东北军当官的，除了正房，还得娶个偏房的。他敢？我跟他弟弟还耍着单呢，他忙活俩他。我耍单我乐意，您要不乐意耍单，您找一个呗。走走走走，叔，你们聊着，我给你们熬锅豆腐汤去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我说我找了吗？另外我敢找吗？就你这个狗脾气，我给你找个后妈，她能往那里头给你下耗子药，你信不信？那多好啊！反正您也看我不顺眼，要是以后您倒省心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就看不上你啊？因为什么又不顺心呢？啊？你是看上人家了，你二哥一当连副，小满一高兴，把你醋坛子踢翻了。你爹是过来的人，有些话我得跟你说清楚。小满是没关门的你的二嫂，不能往那上想，听见没有？不是我想啥了？行了，别搁那这什么，想啥自己知道。另外，你那个不务正业这个劲儿，你得改一改。我又咋了？你每天耍那个大刀片儿，有用吗？我没事干，闲的。我看你也是闲的。教你毛笔字你不练，教你做豆腐你不干，一天耍这个大刀片儿。大刀片儿是能当饭呢，还是能蘸酱啊？啊？不是三岁两岁的孩子了，你是以后别干那个混蛋的事儿。记住两点：第一，不能玩那个大刀了；第二点，别跟小满往一起凑，那是你二哥的。啊？不是您老胡说啥呀？我胡说什么胡说？啊？我跟您说，您别逼我，你知道吗？逼急了我干大事儿。干啥？我杀人！我。哎呀！那赶紧的，你把你爹杀了，手来吧，来来把你爹剁了，来来，脖子在这儿呢，来吧。别跟小满往一起凑，论长幼那是你哥，论出道那人家是，那是连副。我咋了我？我哥走之前让我照顾他了，我看他挑水，我照顾他，我就过去跟他说两句话，我咋了？还是不。不是寒碜了你，这我有啥寒碜了？我做我该做的事儿。别死犟了啊！以后啊，跟我读读书，学学做豆腐，有点手艺，好姑娘那不是有的是吗？叔，豆腐汤好了。哎，来，尝尝我熬的豆腐汤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哎，你坐里头坐。哎呀！这个吃饭之前呢，有个事儿跟你们商量商量，啊，你看，你二哥这回荣升连副了，咱们老乔家是不是应该闹个动静啊？啥动静？是这样啊，自从民国以来啊，这个柴河出去混的人不少，但混出名堂的不多。你二哥虽然不算是王子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，啊，知道这叫什么不？祖坟上冒青烟儿，哎，所以我决定哈，咱们能不能祭拜一下祖坟？叔跟你说话呢。爹，您不觉得就有点嘚瑟了吗？这个事儿值得一嘚瑟，
至于吗？一个破连夫！哎呀呀哈！这家把你美的还破连夫，你破一个，就是你连个夫，我看看。连就连，您说的啊！我现在就去夫去，我上东北军去。你回来，撅折你腿，坐下。叔，你想怎么办？张罗一声，我帮着忙活就是了。你替那个乔丽发一下帖子，完了该请到的咱都请到。乔许呢，你到镇上找一下那个郭大埋汰，他有个二人转的班子，你喊一嗓子，他们就过来帮着乐呵乐呵。もう一度言うぞ。今東京はこの事件を大きく扱いたくないらしい。ジャン・シェーリアンと衝突するつもりもない。意味がよく分かりませんが、我々の目標はあの飛行機だけだ。もし無血で飛行機が手に入るのであれば何よりだ。はい。先生看着挺面熟啊，啊，本人乃乔日成，写一手好字，做一手好豆腐。当然了，这些事儿都不足挂齿，关键是，他已然是连副之爹了。嘿，您这跟谁说话呢？哎呀，这行头怎么样？啊，这事儿挺扎眼啊！留神啊，爹！您别把人给吓着。是啊，你爹就想把他们吓着啊。你爹年轻时候也是个人来疯。爹，不是我夸您，嗯，就您这身打扮往外一走，嗯，您要不提，嗯，绝对想不到您是个卖豆腐。哎，这话让你说着了，你爹天生就是贵族皮子。不倒饬罢了，稍微那么一倒饬，立马做派就出来了。哎哎哎青霞，哎呀，谢谢，高兴是吗？高兴高兴。哎呀，亲家，你这穿的也太新鲜了，哎呀，这家像新郎官似的。瞎穿瞎穿，小伙子越长越精神。哎呀，乔老先生，哎呦，天二爷，天二爷，哎，我呀背了份薄礼，不成敬意。干啥呀？不是冲您的，冲我哥的。哎，听说乔丽我侄儿荣升连副。实乃祖上功德呀，真是教导有方，恭喜恭喜啊！不敢不敢不敢，哎，教导有方，我这辈分薄礼，不成敬意啊！哎呀，哎呦，你这是少帅的人，张学良的人，给我敬礼可使不得呀！您家乔丽呀，啊，比我还大一级呢，我还得管他叫长官呢。您受用，这是给长官的爹敬礼啊，人家给我哥的都是。老爷子呀，啊，有福啊，啊，这风水啊，啊，有血有树，这好吃好住啊，有福，借你吉言，借你吉言。你看这老刘这几年出息，学学，多学学。不是我学啥呀？哎，陈总吗？哎，陈总。哎呀，这家伙也不是吃稀，你跑个什么劲儿啊？我怕来晚了，嗯，惹你不高兴啊。这也拿不住手，哎呀，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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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
这白吃了我半辈子豆腐，这家出血了。哎，你不是不讲这个理儿啊？啊，以后有啥事儿啊？你还得多照应他啊。行了，以后啊就别白吃我豆腐就行了。啊，赶紧吧，赶紧吧。那个放礼炮的那几个兄弟啊，在这儿呢哈，四个人哈，啊，就用这个哈。好，我说的就是这个东西。啊，这钩上就有是吧？行，待会儿这样啊，这个我二叔，你们二爷一说，明放礼炮二十响，你们就举起来，啊。就咚咚咚就放。不是您可真逗，人家干的就这个，你都不用告诉人家。对，叔，你看咱这不就听个响？对呀、啊，你说这些孩子，这都是胸骨点墨呀。什么叫听个响啊？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是礼炮，不是什么人都能鸣放礼炮的。这个怎么回事呢？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是前清道光皇帝的御前行走。有来了。什么叫御前行走？对了，叔，你解释解释、啊。我给大家解释解释啊，这个御呀、啊，就是指皇帝，就是御前行走就可以在皇帝面前随便走，是吧？哎，乐意咋走咋走。我求求您了，咱不瞎叨叨，说完的，跟溜达鸡似的。哎、你多寒碜呐！你大伙听嘛都。大埋汰过来了哈、哎，乔豆腐。哎，别那个。叫那个乔大先生，啊，嗯、啊，乔先生，哎，这你儿子事先也没跟我说这个事儿啊，哎，什么事啊？你说啥呀？啊，这御前行走啊，你们家贵族啊？对呀、啊，我们现在涨价了，对，一个曲儿五块，少了不吹。我们现在是给贵族在吹呀、啊，不是，你们这是。哪有说当场就涨价的、啊？不是你玩混是吧？你别威胁我啊！你要威胁我还涨价，我不威胁你，我跟你再威胁我六块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你干什么？干啥呢？别拦着我，别拦着价，我跟你砍价。过来，你混犊子！怎么了？这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你要多少钱？干什么你呀？哎呀，你怎么做美容了吗？还打？滚！滚！干什么？全给你们抓起来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们犊子！住了！住嘴！这是我们老乔家的好事，你别这样。你问问他，我咋跟他说的？你们家有钱贵族吗？我没钱。你听怎么的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好不好？啊，咱就五块了啊！吹，上去吹！五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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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贵族就五。再有钱，吹，吹，好吹！那给我跪着吹，不贵族吗？跪着吹。二叔啊，开始吧啊，开始，开始，来来叔，来来，哎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站好啊，嗯，乔氏祭拜大礼现在开始，鸣礼炮二十响。御前行走，乔守义，第五代孙乔日成。现在可都等着看小猴了啊！咋整？我咋整？你咋整？跟我学。奏乐。列祖列祖们呐、啊，祭祖来了。放连符了，冒青烟了。叔，有车来了。哎呀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你是？我是东北军的。啊？哎呀，这啊，东北军的，哎，哥，您是怎么的？您是乔丽的父亲，第一人证是啊。警官，警官，哎，我是乔丽的丈母娘。乔丽是不是又升官了？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说这孩子年轻轻的，他咋这么有出息呢？哎呀，真是乔家的祖上积德啊，我们大伙都跟着沾光了。乔丽是我们村的骄傲。是啊，你们培养的真好。乔丽说了，别乱。一个一个说好不好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就这个呀，是那个啊，
我到你家去了。哎，听说你们的祭祖就到这儿来了。啊，那个你看看，法老长官了，这你是代表东北军来的是吗？啊，我能单独跟您说两句吗？哎，好。那你们去看二人抓去，去去去去去，别抓了，你都干啥了？你应该当着大伙儿说，让大伙儿都跟着高兴高兴。乔叔，哎，我说了，您老可得挺住啊。哎，我挺住没问题。乔丽他牺牲了，他不是升连份了吗？张少帅派他去黑河接打下来的鬼子飞机，路上遇了鬼子的埋伏，牺牲了。乔叔，乔群，乔丽的弟弟，这是我未来的嫂子，乔丽的媳妇儿，出啥事了？我哥托你给我们带东西了，这是我哥的东西，我们不要。你哥他阵亡了。张少帅派他去黑河接打下来的鬼子飞机，路上遇了鬼子的埋伏，牺牲了。我哥阵亡的时候说啥了没？他说最想吃你爹做的豆腐。你就到屋里一掰，你不吭气儿啊？你是咋的了你？哎呀，乔大伯，说啥风凉话呢？你光说顶啥用啊？乔豆腐，你都是咋的了？你从坟地上回来，你咋就打蔫了呢？啊？你这大伙都等着吃你一顿呢。就是啊，我说乔豆腐啊，你都出来开门呐！你说这。乔豆腐，你瞅大伙都在这等着你，你好意思啊？你快看看这院里院外都是人！哎呀，你瞅你真是的，咋回事？你跪着啊？妈，妈，说一下吧，得了。那个大伙今儿都散了吧，都回去吧啊！哎，你咋的了？出啥事了？我瞅着你脸色不对劲，你咋哭了呢？谁欺负你了？是不是？没事，咱回家说啊。你到底咋的了？咱回家说，回家说。你小子这两只眼睛红红的，哎，你们俩这演的是哪一出啊？这是啊？啊，妈，咱回家了啊。不是，到底出啥事了？行了，都别在这吵吵了。到去了。走，都走。你咋的了？你这小子怎么说话呢？你啊，你什么口气？你什么态度啊？啊，我告诉你。我可是你未来嫂子，哎，连夫太太的妈，对呀，真有意思。我们都好心好意来的，你拿我们好心当驴肝肺了，是不是？走，这小子，走，这小子到底咋的了？这是，走，妈呀，这小子咋动手了呢？走，走，走，爹，我的妈呀，这是几点了？哎呀，你咋这样呢？这是什么人呢？这是，不懂好歹，一点不懂人情吗？你真是不懂好歹你啊！走，这是。你们家也太不讲人情了，完了吗？爹，你等等，以后。
爹，这帮人都轰走了，您把门开开吧。爹，你该那事儿都整妥当了。整妥当了，尽管我也送走了，我哥的衣物我也收下。那个还有50块大洋的抚恤金，我也给收下了。反正这些日子不过，当什么兵呢？白发人送黑发人呐，一个一个的送啊！你们阿弟这是什么心呢？你哥走的难看不难看呢？爷爷尽管说不难看，挺好看的。就是我哥说，他想吃你做的豆腐，你就别再挖我的心了。不是想吃爹做的豆腐吗？儿子，你说你在家跟爹在一起好好过日子多好，打什么仗啊，当什么兵？爹是读书人呐，明白兵者不祥的道理，爹应该劝你啊。怪爹呀，左林已经当官了，和胡子打得兵荒马乱的。当时这个村里啊，只要枪一响，大伙撒丫子就跑。那时候乔家老大也就16、17岁吧。这人呐，跑兵就跑丢了，哪儿也找不着了。等找着的时候，我的妈呀，浑身都是枪眼儿，打得跟筛子似的。啥不对？这乔丽死了，你咋办呢？行，没心没肺的玩意儿，你哥刚走你就耍上了。进屋，有话跟你说。这个是你太爷爷，啊，你太爷爷是个单侄儿，然后呢，到你爷爷这辈儿还行，哥俩。把这些给还回去。啥呀？
这不乔丽给的彩礼吗？那这人没了不在了，亲戚做不成了，咱也不能白要人家东西啊，给送回去。哎呀，你这丫头命也是够苦的了，本来都能当连夫太太了，你说这一股风似的，这人咋说没就没了呢？结果你那个爷爷绝户到我这儿，我又是哥一个，你爹挺争气呀、啊，就三个儿子，你们哥仨啊，结果呢你俩哥没了，你又变成单侄了。所以说，儿子，老乔家续香火全靠你了，你不能再没出息了，你得赶紧娶媳妇儿啊！爹，我哥刚走才几天呢，您就有心思给我张罗媳妇儿？哎，来了，小哥。哎哎，来来，进来坐着。不了，说这个给你。干啥呀？这是？我妈说了，亲戚做不成，让我把彩礼给你拿来。你出去出去。坐坐坐坐，躺躺这儿。妈呢？你妈。这样做不对呀，这东西送出去了哪能往回拎呢？我妈说你也不容易，都是靠卖豆腐赚的钱。再不容易的话，那毕竟我们是爷俩啊，两个大男人呢，你们是娘俩啊。那我也不差呀，我有时候出去唱蹦子也能赚俩钱不是？啊，不说了，这个你妈那个心思我领了。这东西我不能要，啊！哎，奶奶，哎，我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觉着你三哥怎么样？什么怎么样啊？就是各方面都怎么样？啥意思，叔？乔群呢比他哥小两岁，但是比你大两岁，年龄上挺般配的。别说了，叔，我妈就我一个闺女，嫁人的事儿我说了不算。你看你这个闺女，张嘴你妈，闭嘴你妈的。反正我就觉着你俩挺合适的，回去把这话跟你妈过去。你个巧豆腐，你这算盘打的还真精啊！这家这一份彩礼还想娶两回媳妇儿啊？呸！我死活都不会同意。妈，我告诉你，别听乔豆腐的瞎忽悠，他那点小心眼我还不明白啊！肥水不流外人田，那乔丽没了，就想让你嫁给乔群，那乔群能和乔丽比吗？他又不寻思寻思，那乔群是个什么东西？那整天就知道耍大刀。妈，我告诉你，就算天底下男人都死绝了，妈都不会让你嫁给他。还在飘着雨，背影
还是那个背影。小时候问你父亲是什么含义，你总是微笑着说父亲就是你自己。泪无声的在滴，你是父亲，但更像是我兄弟。你讲的故事现在终于变成回忆，我要陪着你，我知道你也没多大力气。爹，你在哪里？我拼尽全力呼唤你，你都不回应。你在哪里？尽管前方这旅行，爹，你在哪里？我拼尽全力呼唤你，你都不回应。你在哪里？仿佛又听到你的那句，大呼亲兄弟，上阵。拼尽全力呼唤你，你都不回应。你在哪里？仿佛又听到你的那句，大呼亲兄弟，上阵赴。